我记得这个要这样启动。这声音不太对吧？不妙，是哪个步骤搞错了？赫迪亚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在干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，原来是克拉丽啊。这里是陈学姐的数据之海监控室吧？就算她在口头上允许我们出入，你也不能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吧？还是说，你是来搞什么小偷小摸的呢？怎么可能？但你手里不是拿着上回那个匣子吗？上次他复现了有关瑟利姆的回忆，让我们吃尽苦头。这次你又想用他窥探谁的过去？都什么跟什么啊！我只是想来收集点线索而已。就是，郎秋的那些麻烦事，现在还没彻底解决。我们两个虽然是局外人，可也不能坐视不管吧？陈学姐正在检查寻梦者和希娜受到侵蚀的情况，只剩下我们两个无事可做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可闲不住。多多少少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这个匣子了。你想，如果能像上次那样，用它挖出更多关于七术的情报，肯定会有点帮助吧。所以我才……哦，原来如此，但也还是盗窃未遂。刚才的话，要不还是留到法庭上再讲一遍吧。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又是为什么跑到这里来，而且也没见你有多光明正大，该不会……是和我瞄准了同一个目标吧？当然是因为在房间没有找到你，出于关心才来找找看，就只是同事间的关心而已。唉，就知道你遇到了麻烦，幸亏天才程序少女克拉丽及时赶到，正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也就是说，你想成为我的共犯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。再说了，我们两个当共犯的次数还少吗？之前在学校，我们一起翻过围墙去。停停停！我不想再回忆一遍你带我翻墙偷溜出去买最新的唱片，结果被牙医老师逮个正着的故事。还是先看看能不能启动这东西吧。依我看，这匣子就像一台播放器。现在之所以无法播放，或许是因为记录的某些数据出现了缺失。或许，我们可以借现成的数据给它补上。现成的数据？你是指？就是指我们两个。闲话少说，走你。克拉丽，你确定这玩意儿没出问题？应该没有吧。欢迎您来到记忆与时光之匣，接下来请放松身心。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，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退出。你看，这不是成功了？你在哪呀，赫利亚？赫利亚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别紧张，放轻松，隐怪已经被解决掉了。你是灯？我的确是灯组织的一员，你可以叫我沙弗莱。沙弗莱？没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克拉丽。克拉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还能站起来吗？要不要来课堂？不用，等会儿吧。沙弗莱，这是灯原本的名字，那也就是说，记忆与时光之匣应该成功启动了。现在我经历的应该是某次调查隐灾的行动，调查的组织是灯组织，偏偏刚好就是那个灯。赫利亚呢？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明明没有外伤，应该不会这么严重才对。是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太大了。我没事。又来了，阴魂不散的阴怪。灰星，快过来掩护我们。收到，前辈。灰星？你就是灰星？是啊，我是刚加入灯组织的灰星，赫利亚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赫利亚，这女孩是克拉丽，她遭到了影子袭击，现在似乎还有些不清醒。看得出来。前辈，周围又有影子靠过来了，我们也要赶快离开这里。这次影灾非同寻常，不要掉以轻心。赤焰旗的使用方法你掌握了吗？看前辈用过几次，但一直没有掌握到要领。算了，
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详细的教你一次。好了，基础的使用方法我都教给你了，接下来靠你自己多琢磨了。多谢前辈的指导，我一定牢记于心。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，我先去查看一下周围，照顾这个女孩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她刚从昏迷中苏醒不久，现在还很虚弱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照看好这个虚弱的女孩。这次的任务很艰巨，所以不要与这里的影子纠缠太久，等这个女孩恢复行动能力后就赶快来和我会合。明白。那么再见，一切小心。这就走掉了，还真是来去如风。不过他的头发怎么没发光？大概是前辈觉得这些对手还不足为惧吧。在你苏醒之前，我可是见过他认真的样子。如果说人的恐惧会招来影子，那么影子的恐惧汇聚而成的恐怕就是那样的光。记载中那男人所言非虚，他确实不简单，但此刻我更想说的是，你跟他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一口一个前辈，难道在我昏迷的时间中你们已经这么熟络了？灰心小姐，那只是灯内部的代号，可不是我自己想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打算和我这个虚弱的女孩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吗？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记忆与时光之匣之中吧，为什么你突然成为灯组织的一员了？应该是和瑟利姆那次一样，我们进入到了一段往事中，担任了其中的某些角色。只不过这次我们扮演的角色更为具体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应该是灯组织百年前调查某起隐灾的回忆。我是一位被派遣来和沙弗莱一起行动的组织新人，灰心。灯，偏偏就是那个灯，这应该算是好事。听起来除了我成为一个路人外，一切都很顺利吗？我的方法果然有效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大概是因为强行进入回忆的缘故，有些东西出现了误差。这是支焰旗，听说是灯组织的秘密道具，能够以身化子，依照使用者的战斗记忆构建出如同棋子般的假身用来战斗。以身化子，就像刚才那家伙做的那样，对吧？真神奇。赫利亚，那你怎么不试试？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，有些东西出现了错误，导致我始终无法启动这个盒子。给我看看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记忆与时光之匣中缺失的数据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回忆中关于这个棋盒的相关数据都损坏了，只有像沙弗莱这种原本就在回忆中的数据体才能使用它。和我想的原因也差不多，但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和沙弗莱说我因为是外来者所以无法使用这个道具吧。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
那现在里面就有数据了。这是老师克拉丽，你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。还记得我们之前从地球带过来的一些录像数据吗？我之前提取了其中的一部分，将它们做成了游戏人物模组，现在正好可以用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已有的数据替换了这个奇盒原本的数据。在这段回忆中，你可以将我新输入的数据来作为之焰奇构造出的数据使用。原来如此。可是随便使用老师的数据真的好吗？别犹豫了，赫利亚，难道你就不想看看如果老师们来到火星，这里的怪物能承受他们几招吗？快试试吧。好吧，这次情况特殊，下不为例。对对，下不为例。哪去了？那个灯，沙弗莱的行动也太迅速了。
方向应该没错，他的确是朝这边走的，应该是从这边跑了才对吧？这下难办了，该上哪找人呢？啊，是你在这里，别跳出来吓人啊。喂喂，沙弗莱小姐，怎么一脸严肃？我们刚才不还见过吗？快放下刀吧，这玩意儿多危险呀。有传闻说，某些影子怪物会伪装成人类的形态，趁机袭击目标。我需要验证一下。验证？如果是影子，吃我一刀就会死。或许，但人吃你一刀还能活不成？那边的彗星能不能在我被切片之前说句话呀？前辈，从刚才开始我们就一直待在一起，我能保证他没有被怪物调包。当然我也不是影子怪物，我可以用前辈留下的口令和道具自证。啊，得救了，一声不响的拿刀对着我，这架势也太吓人了。抱歉，先前已经有同僚被伪装成人类的影子袭击过，所以我不得不加以防范。伪装成人类的影子？嗯，难道你在出发之前没有好好看过任务注意事项吗？上个月有一位组织成员遭到了袭击，根据他的说法，袭击者是一位组织内的同事，可是经过事后调查，他口中的那名同事当天正在执行另外一项任务，根本不可能去袭击他，而且遇袭现场留下了影子的痕迹，所以组织上最后认定是影子化作人形袭击了他。听起来真诡异。这还并不是个例，实际上组织上陆续派出了好几位成员前来调查此事，但结果如出一辙，他们都遭到了类似存在的袭击。现在轮到我们了，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这片区域的影灾，所以我必须确保你们是真神，毕竟你们来的有些太迟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也能理解了。抱歉前辈，都是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掌握志愿旗的使用方法。没关系，现在花点时间总比关键时刻送掉性命好上不少。不过现在开始得抓紧时间了，我们边走边说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